今年才刚要满18岁，却拥有超过10年的演技经历。不论是北韩 F4 的忙内团宠，还是患有亚斯伯格症的韩可鲁，都让观众深陷在他的纯真魅力。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这位多才多艺的宝藏男孩陈俊祥的成长故事。陈俊祥出生于2003年，父亲是马来西亚人，母亲则是韩国人。因为马来西亚是单一国籍制的国家，因此在韩国出生的他最终只保留了韩国国籍，而身份证上的汉字姓氏陈在韩国读音则为汤，不过在亚洲区常因为音译而被直翻成唐或汤等姓氏。日前据说在韩国不到10个人拥有这个罕见的姓氏，也因为姓氏太稀有而有了糖醋肉、糖葫芦的绰号，甚至还有不少人误认他和艺人汤唯有亲戚关系，让生活中增添了不少趣事。在上小学之前，家人曾替他报名儿童表演学院，学习过程中体验表演乐趣的他在7岁时很幸运地通过了试镜，透过音乐剧《舞动人生》在舞台上首次亮相，之后陆续以童星身份出演了《伊丽莎白》《悲惨世界》以及《哈姆雷特》等各类音乐剧作品。过程中家人也都相当支持鼓励他，如果成为一名演员就可以透过各种角色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生，从那之后演员就成为他梦想中的职业了。虽然热爱唱歌，不过在青春期进入了变声期，为了保护嗓子而暂别了舞台，不过也以此为契机，他逐步将演艺事业拓展到电影和戏剧领域。他曾说过想成为像曹承佑、曹正是这样同样从舞台剧出道又能拥有电影票房的号召力以及电视剧口碑的3期演员。因此在中学毕业后，陈俊祥就开始透过在家自学，一边考取大学的鉴定考试，一边积极地参与演出。在电影的部分，陈俊祥透过记忆中的美好歌声出道，饰演在韩战时期失去家人用纯真的嗓音抚慰人心的孤儿合唱团团员，而在7年之夜则扮演杀人犯儿子的童年角色，在舆论压力与社会排挤的生活中过着牺牲品般的悲剧人生。之后在亲爱的仇人，陈俊祥饰演金湘起的弟弟，父母因车祸过世，姐姐却接受凶手的帮助，让他置身在不谅解与相依为命的感情中。而在电影《王的文字》，陈俊祥为了饰演僧侣更将头发剃成了平头的造型，令人相当印象深刻，也让人看到了他勇于尝试多样题材的决心。在电视剧部分，虽然早期就作为童星接演过一些作品，不过真正让陈俊祥受到关注的是2019年的热门戏剧《爱的迫降》。剧中他作为第5中队的忙内士兵，单纯朴实的个性非常惹人疼爱，而与分队中的演员组成的北韩 S4 也因为有趣搞笑的氛围而爆红，让陈俊祥增加了许多曝光度。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虽然不像其他流量小生一样有着精致帅气的脸蛋，不过在完全考验现场演技的舞台剧累积扎实演技的陈俊祥，在今年终于透过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正式地打开了知名度。剧中他饰演患有亚斯伯格症的韩可鲁，把角色特有的心理不安、焦虑、惶恐的情绪演绎得相当到位。剧中的角色在紧张时会疯狂背诵《海洋生物图鉴》，冗长且艰深的台词陈俊祥也都一镜到底，没有 NG 的完成拍摄，让导演也忍不住称赞他是天才演员。而这部发人省思的作品在播出后不论是口碑还是流量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甚至有望开拍第2季，也让早期对自己演出没有自信的陈俊祥终于获得首部属于自己的人生作品。近期陈俊祥将带来由《机智牢房生活》编剧所撰写充满欢笑与感动的运动型成长故事《羽球少年团》。他饰演来到偏乡开始学习羽毛球的都市棒球少年，热情满载的胜负欲加上傲娇暴躁的个性将带来有别以往的新鲜样貌，相信也会是在奥运前让观众重燃运动所带来单纯感动的热血作品。私底下陈俊祥也有相当发达的运动细胞，曾经在 IG 上大秀边角射门的足球实力，
也曾透露自己热爱跑酷。另外，他还是隐藏的语言天才和画家，随手一笔就带来独特风格的特色插图。在2019年，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四级的检定，相当于可以用广泛领域的中文与母语人士进行交流，可以说是动静皆宜的魅力少年。陈俊祥曾在采访中提到，期许自己不光是成为优秀的演员，还要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中能够持续保有善良纯真的初心，强调自己直到死为止都会避免惹出争议，希望这股积极正向的态度能够让他的演艺之路走得更加顺遂。以上就是宝藏男孩陈俊祥的成长故事。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按个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